我跟吴薇被停职啊，所以这个人知道这件事，趁机下手。地下杀手组织李晴凶嫌犯下多起命案在逃。正面，我抓你；背面，你走，我来扛。需要知道是谁派杀手杀了我。找到了，刑事局局长庄其森。弟妹，好久不见了。 周六晚间10点，TVBS 42台《美食无间》由申宝三口冠名播出。